各位听友好，在12月6日到10日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是节目里，新闻评论员何频分析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庭讯中所呈现的精彩好戏，以及庭讯的过程里西方的司法体系是如何缜密且公平运作，并谈论到中国高层近乎用抱薪救火的方式来营救孟晚舟，又是想掩盖什么样的秘密呢？今天明镜书刊节目里，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芊芊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第84期当中。罗芊芊女士，你好。你好，芊芊。此次孟晚舟案引起轩然大波，下一步华为该怎么办？何平怎么解释的呢？何平先生认为呢，对于华为来讲，现在的策略非常简单，最低底线就是要孟晚舟免于被引渡到美国，让他先待在加拿大拖延时间。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释放华为，当然有足够的财力足够的能力去找到最好的律师团队，找到他们最好的理由，不过这也要看美国引渡的能力，所以一切都还没有完全的定数，都在不断的变化中。华为这次的事，习近平会像上一次帮中兴那样向川普求情吗？和平先生说，这一次习近平可能也会求情，但现在无从得知，因为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就在他们谈判期间，那时司法当局来处理这个案子，时间如此巧合，是天意还是有意为之？想去增加川普的谈判力量，还是跟川普捣乱，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内幕出来，中美之间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纵横交错，随时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变数来干扰他们两个人的努力。和平认为这个案子会拖很久吗？和平先生认为，孟晚舟案可能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完整的展示中国政商关系的大戏，这个案件可能会延续几个月几年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从加拿大走完基础程序之后，假如他被引渡就进入美国的司法程序，一切端看华为是不是采取愿意赔钱认罪的策略，也许美国司法部一看认为这也不用浪费钱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华为就是付出这种认罪的代价。那认罪的代价会有多大呢？和平先生说，他不知道代价有多大，也许美国的胃口也没那么大，但形势比人强，所以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变数，而且这个变数不是普通的观察者能够洞察到的，就算是各方包含华为、加拿大司法部、加拿大的法官等等各路人物都很难预估。现在孟晚舟的情况严重吗？和平先生说，如果加拿大警方是依据正常法律程序抓捕，那么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中共为什么变得那么恐慌？为什么要用严厉的词语去恐吓加拿大？原因在于经过几天的评估之后，他们发现孟女士被抓所造成的潜在危害要超过中兴公司不知道多少倍。也许最开始习近平的团队或者是中共其他部门的评估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后来发现审讯一旦进行下去，节外生枝的这个枝就有可能比主干大。最后想问，为什么孟晚舟能有这么多本护照呢？和平先生认为，在一个没有法治、特权横行，而且总是有很多事情和见不得人勾当的中国，很多特权人士就可能拥有几本有效护照，可能还用不同的名字，有时候可能是他们和发证部门合谋伪造，有时候他们可能是欺骗了发证机构，有时候他们可能被赋予某一种特别的任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没办法完整讲清楚。和平先生前面说，这个案件节外生的枝有可能比主干大，会被挖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护照的事就是之一。好的，那就谢谢罗芊芊。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Thank you.